浩瀚人间，无穷滋味，终究是人与食物的一场相互选择，悄悄地干预着味蕾的判断。它承载的是一种感情，感情的那个承载在里边。将视角投向巷弄与社区，寻找得以满足味觉的地方，在呈现食物风味的同时，将深入探索背后的渊源与相关的人间故事。2月3日起，周六周日傍晚5点，全台首播《对味》。